美味变成日常里不可或缺的元素。当蔬食成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味道，我们依循着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奏，搜罗了美丽宝岛的鲜甜滋味与文化风采，同时记录下属于这片土地的幸福时光。这礼拜要带你们去桃园的平镇啦。那很多人听到平镇可能会有一点疑惑，那就是这里不是一个以产业开发而闻名的工业区吗？怎么会有好吃又好玩的地方呢？这一次我就要带大家认识不一样的平镇。那我现在位于的博公潭景观桥，就是一条非常适合大家一面欣赏河岸风光，一边认识在地风情的绿色廊道。而且这次啊，我还要带大家来去挖掘隐藏版的金牌美味，现在就跟着我立刻出发吧。配合老街西河岸整治所规划的博公潭信仰圈公园，是充满浓厚地方色彩的新亮点。在欣赏河岸风光的同时，除了有被列入历史景点的博公潭桥，可以怀想先民以红砖糯米打造拱门的筚路蓝缕之外，在溪流汇集处短短几步路的距离，就汇聚了三座水头土地公庙，更是十分罕见的景观。而这正是道道地地的平镇客家风情话。我们常常听到一句俗语叫做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其实指的就是夫妻两人只要同心协力，再困难的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那在平镇啊，有一对夫妻，他们为了一圆心中开店的小小梦想，他们不但辞去了原本稳定的工作，甚至投入了毕生的积蓄去打造出一间可爱又温馨的蔬食咖啡房。那他们勤奋努力，再加上合作无间，终于成功的在2020年获得了桃园金牌好店的殊荣。现在我们一起来去听听他们圆梦的故事吧。嘉华哥你好。你好。哇，我觉得一进来你们的咖啡房呢，就觉得很童趣很温馨。我们在这里开店多久了？我们在这开毛毛兔蔬食坊已经快要满2岁了，我们每一刻哦都兢兢业业用心经营。哦，是。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在平镇这边开这间咖啡坊呢？其实哦，我本身很喜欢咖啡，那我太太很喜欢研究料理，哦，那所以我们两个人心中就一直有一个小小的梦想，哦，可以结合两个人的喜好来开一间蔬食咖啡坊。哦，那这个梦想其实在我们心中很多年了，啊，但是因为有小孩，啊，又有经济压力的状况下，就一直不敢去圆这个梦，啊，后来发现我们两个都要40岁了，怕如果再不试一试就没有体力了，如果没有试过，会不会就会遗憾一辈子？啊，在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看到这里一个采光良好、周边教育环境适合的店面。好啊，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来试一试。哦，是。那你们为了要开这间店，有做了哪些的功课跟努力呢？那因为我们分别去学习啊，所以我特别研究，然后上咖啡的相关课程，那也考取了咖啡师的证照。那太太钻研，还有那个考取中餐素食的证照，还有烘焙西点蛋糕的证照。那我们在这一方面，我们就相对的非常的努力。那你们有提供哪些餐点呢？哎，我们的料理的部分，我们采用中西合并的方式设计，然后让年轻人、跟长者、跟小孩都能够有更多元的选择。在西式的部分，我们有提供意大利面、炖饭、焗烤面、焗烤饭。那在中式的部分，我们有提供汤面、汤饭，更有小朋友喜爱的松饼跟饮品。那多样选择，老少咸宜，啊，不用迁就彼此，
好，然后尽情点选自己想吃的，好啊，感受到幸福舒适的用餐空间。那你们开店到现在啊，你觉得最辛苦的地方是什么呢？哦，说真的，甘苦真的非常的多，小到洗碗买菜，大到设备维修，哦，甚至到店面淹水，哦，大大小小的挫折啊，哈，一个接着一个。古人说，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哦，那我们真的做吃的真的很累。我还曾经因为啊哈，刚开店的时候，曾经因为这两三个月啊哈，因为压力的关系，一口气瘦了要十几公斤，哦，真的很辛苦。那我小学二年级的女儿跟我说，我们全家都像花木兰一样，一开始很不行，后来都会越来越强。哦，我觉得有一句话呢，好适合套用在嘉华哥身上，就是人因梦想而伟大。我觉得听了很感动，因为虽然过程很辛苦，可是你们也撑过来，然后现在店也很稳定了。谢谢。与其说这家店圆了嘉华哥夫妻两人共同经营舒食餐厅的梦想，不如说是这家人的坚强、执着与互助，为屏镇地区的朋友们带来了健康、营养又有幸福感的舒食飨宴。光是看到客人们极力推荐的炖饭、汤面、松饼，还有那飘散淡雅香气的咖啡，我想桃园金牌好店的认证真的是真金不怕火炼。这一道中西合并的创意料理是原味花生炖饭，其实是因为我父亲很喜欢吃花生，然后我们全家都爱吃花生，我们就想试看看。那在试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哇，出奇的惊奇跟好吃。卤花生很厉害，卤花生是可以尝得到它卤汁八角的香味，而且花生呢，它入口即化，它好黏哦。刚才老板有跟我们说，你们为了要开店圆梦，你还特别考了很多的执照，例如中式、西式，甚至烘焙都有。你对料理应该很有兴趣，对不对？其实对料理我有很多的兴趣。那当然就是在煮的过程中，如果吃的人开心，我会觉得很开心。像孩子们啊、客人他们就是有满足的笑容，我就觉得很有成就感。我先从中式来品尝好了。好的，今天这一道是麻油猴菇汤面。在猴菇要进入汤头熬煮之前，我们的麻油是用黑麻油跟老姜先做一个煸炒，那提升香气以外呢，也提升猴菇的口感。那汤头的部分呢，我们还特地放入了人参须，那可以生津止渴，补益精气。麻油的味道真的非常的香。再来，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可以喝得到蔬菜汤底它的清甜味。是，其实它蛮清爽的。是，因为我们在熬煮的过程中，最后还加入了大量的蔬菜，那就是希望提升汤头的一个甜味。对，因为其实我在品尝猴头菇的时候，麻油的味道很香之外，我还可以吃得到猴头菇它本身的香味。好有嚼劲，这个猴头菇。那像是这个又是什么料理呢？是这一道呢，是黑胡椒牌茄汁意大利面。那其实它的重心应该是在茄汁酱料的部分。那酱料的熬煮，我们除了用新鲜的番茄，那还有利用番茄糊，然后还有红萝卜、西洋芹跟羊菇进行一个炖煮。那最后我们还放入了天然的月桂叶进行一个香气的一个增加，所以酱料的部分是我们很用心处理的，您可以试看看。所以原来茄汁不是只要有番茄就可以了，用那么多的食材在里头。这个部分我们有精心的研发，那我们也希望客人能够吃得健康。哦，那我就不客气喽。哦，茄汁呢，果然是它的灵魂，因为它酸酸甜甜的，然后香气非常浓郁。再加上 cheese 也好浓郁，所以说你吃起来呢，会觉得 cheese 浓郁，其实跟那个酸酸甜甜的味道是会解腻的，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像是这个又是什么样的料理呢？这一道中西合并的创意料理是原味花生炖饭。那我们是希望在
炖饭中除了加入新鲜的甜椒、玉米笋跟羊菇以外，这些天然食材以外，我们还加入了就是有八角香味的卤花生。那这个部分，其实是因为我父亲很喜欢吃花生，那我们全家都爱吃花生，我们就想试看看。那这试的过程，我们就会发现哇，出奇的惊奇更好吃，然后我们就想推出这道料理，那您可以试看看。其实我觉得呢，光是用看呢，它就非常的讨喜，会让人觉得非常想品尝，因为它的颜色很丰富。是在这个炖饭的部分，我们也希望就是口齿没有那么硬朗的长辈也可以尝到这个花生浓郁的香味，还有特殊的口感。我来品尝看看。哦，卤花生很厉害，卤花生是可以尝得到它卤汁八角的香味，而且花生呢，它入口即化，它好黏哦。嗯，那像是平常店里只有你们两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忙不过来呢？很长时候会忙不过来，不过我们因为我们店里有两个小帮手，就是我的儿子跟女儿，所以他们很常会来店里帮忙，不论是点餐啊、收拾啊，然后小到洗厕所啊、拖地，他们都会帮忙。那就是说我女儿在这个过程中，那她也跟妈妈说，妈妈，我长大像你一样开一间小毛毛舒适房。那我们就很谢谢幸福时光的团队，然后希望一成之后能够也采访我女儿。太可爱的心愿了，还有大概算一下大概还有20年，你要撑住、我要努力。对，敏慧对推广美味蔬食的热情，从踏进店门的第一秒，就能够在她的温暖招呼声中传达到每一位客人的心中。而热情里头所隐含的韵味，则在一道道精心烹调的餐点里面显现无疑。不过，既然这家店是夫妻分工合作，尝过了太太的手艺，当然也不能错过先生的拿手咖啡啊。嘉华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咖啡的呢？我一直都很喜欢喝咖啡。那在还没有加入餐饮界的这个世界之前呢，每天早晚都会煮咖啡给我的家人喝。那我开始有一些兴趣了以后，就开始钻研细节。然后呢，开店之后啊，我也在那个味道跟拉花的视觉响应上啊，再更精致一些。感觉得出来老板对咖啡有很多的喜爱跟坚持。这杯是什么样的咖啡呢？今天跟你介绍的这一杯是我们店里面的乐园味拿铁。是我们的咖啡啊，不添加任何的奶精跟香料，拿铁是使用鲜奶，利用意式咖啡机啊，打出绵密的奶泡，让咖啡喝起来香醇顺口。光是用听的就觉得很好喝，我来品尝看看。奶泡好细好绵，然后咖啡呢微微的苦，然后呢尾韵好像有一点坚果的香味，很好喝。是的，刚才呢我看到老板在制作这个咖啡还有打奶泡的过程，我觉得有个小插曲很有趣。因为刚才老板已经拉一次然后拍完画面了，我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漂亮，这个拉花是完美的。可是老板有非常强大的坚持说，不行，我觉得还要再第二次，因为你觉得不够完美。对啊，因为拉花的这个细节啊，就是你必须要在那个咖啡制作出来的时候啊，打牛奶把它转变成奶泡之后，必须要一气呵成。那在我练习的过程中啊，我太太对我非常的严厉，如果呢有一点点小瑕疵，她就会说啊今天的不好，或者是说今天萃取出来的咖啡液今天的比较苦，或者今天的比较酸，这样不好，那就对我相当的严格。不过她也是我在这一段学习咖啡的过程中一个良师。听起来呢就是名师出高徒的意思啊。真的，虽然很严厉，但是咖啡真的很好喝。谢谢。那当然一杯好喝的咖啡就要搭配好吃的甜点，这是什么样的甜点呢？这个餐点是我们的店里的巧克力松饼。这个组合啊，是我跟我太太精心设计好的搭配组合。那除了松饼的香脆酥软外啊，再淋上我们严选的巧克力酱，还有糖粉，让口感提升一层，再加上我们健康的香脆坚果，配上滑顺的鲜奶油，然后放上我们
那个，哦，还有一个小小的果冻，对对对对对，再放上一个冰凉的果冻，那这个搭配组合啊，其实是小孩跟长者啊，都非常喜欢的组合。哦，是，而且你们的松饼啊，是我非常喜欢的比利时松饼，那我就不客气咯。好。它好酥，然后味道好香，重点是还可以吃得到里头珍珠糖的颗粒感。对，这在烤的过程中啊，也是要非常注意它这个松软度的细节。所以在烤的时候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是啊，所以每一个餐点对我们来讲，我们都有细心的研究，有下过功夫的。再来，我听说你们的点心也很厉害。是是是，我们有推出一些炸物。我来品尝看看这个好了。好的。这个是什么样的点心呢？这个点心其实是我们的地瓜 Q 球。除了它特有的香气之外啊，里面还有芋头的内馅，可以让我们咬下去的时候口感可以更提升一层。另外呢，除了原味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花生粉，香浓的花生粉，那是我们店里面小孩跟长者都非常喜欢的搭配组合。我最喜欢吃的点心就是地瓜球了，不能错过它。它好酥，是它跟我一般吃到的地瓜球完全不一样。它外头酥酥的，里头呢好 Q 软，你会觉得好像有点在吃汤圆的感觉，炸汤圆。是是是是是。而且这也是我第一次吃到地瓜球沾花生粉，意外的搭配。非常的好吃，我们研究了非常多的搭配啊，觉得花生粉是最好的。我发现呢，老板跟老板娘好可爱，因为一起开店呢，通常我都是非常佩服的。一起做事情最容易发生的事就是摩擦，但是你们两个感情非常好，你们都是怎么样面对这个摩擦的？其实啊，争执一定是难免的，但是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应该啊，要说好话，都要说对方的好听话，那我们已经踩在自己的梦想上了，怎么可以过得不开心？所以我们都会跟对方说好听话，就说让对方很开心，让他更有鼓励，这样我们才有自己持续下去的力量。我还发现这款素咸酥鸡也是会让人一动手就停不了口的午茶好伙伴。所以当前面的美味大餐让我大饱口福之后，再来上一份午后时光的点心组合解解馋，应该不为过吧。这次来到平镇啊，我找到了一个深得我心的手作大福专卖店，因为主厨在 Q 弹的麻薯里头加了各种当季水果，那光是看它圆润饱满的模样，以及缤纷又实在的内馅啊，实在会让人想要立刻尝上一口。再加上他们还获得了桃园金牌好礼的殊荣，现在我就带你们来去品尝这个可爱的大福吧，走。九月你好，你好。哇，九月一进来你们的店呢，我想很多客人应该都会少女心大爆发吧。你们的店好可爱，在这里经营多久了呢？像今年四月就满三年了，所以刚好满三年，刚好满三年。对对对。那我好奇，为什么你们店这么梦幻，可是名字会叫做大伟叔叔手作大福呢？因为我本身就很喜欢那个很缤纷的色彩，像都是以粉色系为主，那制作像我的先生他就是大伟叔叔本人，他为了想一个比较好记的名字，因为我的同学都叫他大伟哥大伟哥，那我们想说来的客人让他有个好印象那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取叫大伟叔叔，这好记又亲切这样子。对对对，那梦幻的氛围是你喜欢？对对对对对，没错。所以这间店算是你们两个人一起共同去创业经营的，对不对？对，就我们两个。那在开店之前你们从事的工作都是什么呢？像我就是在幼教业，对，教小朋友英文。那大伟叔叔他本身就是从事烘焙业，
就还是一直在烘焙业做这样子、做蛋糕。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开这一间店呢？其实他做这么久，当然就会想，自己有一个梦想，说希望开一个自己的那个甜点店这样子。对啊，我们就想一想，好啊，那时间也差不多了，应该可以出来就是闯一闯这样子。对，想说试看看这样。那是谁喜欢吃大福呢？其实大福，因为我们想说这一区要出来创业，其实甜点店已经在这市场已经算饱和了。那其实也是因为我的二女儿出生，我们的蜜月礼就是送大福。那后来亲朋好友吃过后，就是年节都会想说跟我们订这样子啊，我们才想说啊，不然就把大福这个比较特色的当做我们的主打商品这样子。对，所以我们就想说啊，那不然就是来开大福店这样子。所以是因为二女儿的出生，你们自己亲手做了这个蜜月礼盒。没错，而且我发现你们的大福有好多种口味，跟一般在外面看到大福也不太一样。对，它的口感是比较属于入口即化，不像传统的麻吉有让客人吃的容易会有胀气，因为很多客人听到传统麻吉有糯米成分，老人家小朋友就会比较不敢吃。那我们这个它是麦芽糖跟牛奶做的，所以它比较入口即化，即使是小孩或长辈吃起来都还蛮适合的这样子。所以说像我胃比较不好的话，吃了就不用担心了。没错，但还是不能多量啦，就是少量吃的话是可以的。对，千万别以为这家店只靠着 pink 色系的装潢与 bling bling 的装饰来吸引客人哦。要知道光靠着单一品项的大福就打动平镇乡亲的心，这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Q 软适中的大福外皮与别出心裁的新鲜水果内馅，才是他们能够一举拿下桃园金牌好礼官方认证的制胜关键。大伟叔叔你好。你好。刚才老板娘有跟我讲说，你本身在开店之前就是从事烘焙的工作，那你从事这个工作多久了呢？从事烘焙差不多20年了。有20年的时间了。对。那为什么会喜欢烘焙呢？烘焙其实从小就对蛋糕还蛮有兴趣的，对啊，然后就一路下来就是走蛋糕甜点这一方面发展这样子。那当时要开店的时候有觉得很紧张吗？开店一开始会，但是是毕竟是一个师傅的理想啊，就是会想要开自己小小的店面这样子。是，而且我觉得你们开的店很特别，因为是手做大福专卖店。对，你们的大福又做的跟外面很不一样。因为啊，一般大福我发现里头好像顶多就是包草莓而已，但我们这边包了各式各样的水果。对，因为我们会依季节限定去采用新鲜的水果来配合大福这样子。对。那当时怎么会想说想要把各种水果加进去里头呢？因为以往传统消费者认知就是红豆草莓就只有草莓，想说可以搭配芒果或奇异果之类等等的新鲜水果这样子。是，尤其我们台湾又是水果王国，其实加水果应该会非常好吃。对，酸甜酸甜。那大伟叔叔，你在食材的挑选上最注重的是什么？食材挑选其实最注重的就是减糖。对，内馅就是属于减糖。对，因为消费者现在都比较不喜欢吃甜，比较注重养生。对，我们的所有内馅全部都是减糖的。对。是。那像是大福呢，我觉得好吃外皮很重要。对。那它的外皮要怎么样制作才可以 Q 弹，然后又觉得很好咀嚼呢？以往传统的麻吉呢，就是用糯米去制作，咬起来会比较有嚼劲。对，但是会比较喉咙会比较给龟这样子。比较不好入口。不好入口。对，那我们大福皮是用牛奶麦芽糖制作的，所以没有加糯米，所以吃起来皮会比较入口即化。对，像是我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外皮，对不对？对。为什么有两种颜色呢？这个就是原味的大福皮，这个是抹茶。这个是抹茶的。我发现它摸起来其实也还是蛮 Q 弹的呀。对，因为刚冰过。有冰过会比较 Q 弹。对。所以说大福一定要冰过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这样子吗？对。是。那水果要挑选哪一种呢？
水果有没有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水果就是假如现在产季量多的话，其实那个水果会特别甜。哦，对，那假如产量少的话，其实那个水果都不会那么甜。哦，是，所以说其实这个也是有点看每一年当季的水果产量状况去评估。对。哦，包的话会很困难吗？对你来说？因为我包习惯了。包习惯了，所以还好。那对新手来说，它的难度怎么样呢？可能要稍微快一点才不会粘手。哦，所以动作要快。稍微快一点点。哦，对。那像是包馅比较难，还是包水果比较难呢？其实包水果会稍微难一点点。哦，对，因为它拿捏水果的大小还有馅的比例。哦，是。而且如果水果啊包的不好，会不会容易烂掉呢？太用力可能会烂掉。哦，是这样子。在切开来的时候就不漂亮了。从老板制作手工大福的动作来看，我想这道甜点的诀窍，在刚刚提到的重点之外，还要加上手巧、精细、动作快。以夏天最受欢迎的抹茶芒果口味来说，为了找出苦甜之间的微妙味觉比例，内外使用的抹茶粉就有差别，而且动作如果不够干净利落，让大福变了形、走了样，就无法顺利过关交到客人的手上。刚才我们有做一个是芒果抹茶口味的，对，我发现它的颜色也太漂亮了吧！因为抹茶呢，你们做的稍微甜一点点，然后反而它跟芒果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有芒果带一点点酸味，所以它其实是很清爽的。嗯，对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芒果它有很多的水分，所以说它咬下去就完全入口即化了。我跟大伟哥学做这个大福，我发现其实蛮难的耶。可是我看你包得很好。真的吗？那样已经算 OK 了吗？真的真的，其实是蛮有难度的，所以我觉得呢，我还是乖乖用品尝的就好。我来试试看。刚才我们有做一个是芒果抹茶口味的，对，我发现它的颜色也太漂亮了吧！它的配色很缤纷呢，对，就很夏天，很适合夏天，因为刚好芒果产季也差不多这个期间到了，就会推出。哦，那配色上面你们也是有特别搭配过的吗？我们都会先试。看看如果这个馅跟水果搭得起来才会上架。那刚好抹茶跟芒果都是比较清香清爽的口感，所以就试了觉得不错就可以上市。哦，对，因为我发现这个口味啊很特别，我没有看过有人用抹茶跟芒果搭配在一起的，对，很清香，哦，很清香的口感。我来试试看这个很特别的口味。我吃到一整颗好大块的芒果，觉得好过瘾。它搭配起来就是清爽，然后又不会像单吃抹茶馅会觉得太甜了，这样就能综合它的口感。我发现它的味道很特别，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因为抹茶呢，你们做的稍微甜一点点，然后反而它跟芒果搭配在一起的时候，有芒果带一点点酸味，所以它其实是很清爽的。对对，然后再加上因为芒果它有很多的水分，所以说它咬下去就完全入口即化了。对，它的外皮真的就是比较入口即化的口感。不过就算没有芒果啊，我也觉得你们的外皮本身就是入口即化了，因为它好软黏哦，而且也不会黏在嘴巴里头，一咬下去就化开了。对，就是像我们有些有戴牙套的朋友，他就会担心芝麻吉说它会黏在那上面。对，但其实这个有些戴牙套的朋友就是也不用担心，发现不粘牙的。对，所以也很适合可以吃。大伟哥有用心，有用心在做。那像是其他你们还有哪些甜点呢？像你也可以吃看乳酪球，也是我们店内的招牌。那它是用那个澳洲的那个卡夫的原料，然后没有添加水这样子，所以它上层是乳酪蛮浓郁，下层搭配酥酥的饼干，吃起来很不错。对，稍微
咸甜咸甜的咸甜咸甜。我觉得乳酪球就是一个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的甜点，而且它就是一颗大小刚刚好。嗯，对。嗯，我来品尝看看。嗯，我吃到底部酥酥脆脆的饼干。嗯。哦，浓郁，非常浓郁。我发现呢，因为它之前咸咸甜甜的，所以就算很浓郁你也不会觉得很腻哦。而且口感上也有变化，因为下面的饼干好酥哦。对对对，就是搭配着吃这样不错。嗯，不会说单纯你只是吃到乳酪。嗯，对。那像是这个甜点，嗯，对，我发现现在很少看到了耶。这个呢，算是维持传统老师傅的配方的做法，哦，因为现在真的。因为这个我也超爱的，对，他想说一般面包店已经很少可以看到这个了，所以我就请大伟叔叔做这一个，就是完全是比照我们传统配方的做法去做的，对对对。所以会想要推出这个，是因为你喜欢吃，对，这个我也超喜欢吃的，这个很清爽，因为以前的可能都会做的稍微比较甜一点，但现在也是这个也都是有搭配减糖，所以不会太甜，然后清爽。哦，是，所以说吃了比较没有负担。好好吃。嗯，它刚好上面搭那个冰冰的布丁，吃起来就很不错。而且呢，它比我传统吃到以前吃到的还要再更好吃，因为你们都可以吃得到焦糖香哦。对，因为有些大部分上面是咖啡冻，那有些妈妈会担心小朋友不能吃咖啡类的，对，那我们就把上面改成它是黑糖冻煮的，对，所以不用担心小孩子说啊怕吃到咖啡因的东西这样子。可能是因为加了黑糖的关系，所以它煮出来的味道特别香。对，然后再加上你们的蛋糕好软绵，真的会有一种在吃布丁跟蛋糕同时放进嘴巴的感觉。像是平常如果很忙啊，大伟哥做得很辛苦的时候，你们难道不会觉得创业其实很辛苦吗？会啊，一定的。对，那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你们会想要继续下去？因为毕竟这也算是我们第三年做，其实还有很多人不知道。对，但我希望就是把这个伴手礼比较大幅这种。外面你比较少看见的，我还是希望让更多人可以来品尝看看这不一样的口感这样子。对对对。那因为其实我在网络上看到你们评价跟来的客人蛮多的，然后都是留下了很多的好评，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客人？我们一直都很感谢，就是客人，像有些客人真的很好，他就是会当面直接就跟你鼓励说，你们大福真的很不错，也不会太甜，我们都是抱着很感恩的心。但是其实我最要感谢的一个人是，就是我们刚创业的时候有一个，他是买韩货的，老板娘佩蒂姐，对，她也是，虽然我们的领域不一样啦，但她也是一路走来，但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就是有她的帮忙，她常帮我们分享，对，那所以其实。开店的前一年，其实很多顾客都是从他那里来的。对，我非常感谢他，就是他把我们的产品这样宣传出去，这样。我觉得一定是大伟哥跟你的用心有打动来这边的客人，所以他们会想要真心的去分享。店内的乳酪球跟水晶蛋糕确实都是一时之选，但我必须坦白说，随着季节变换的手作大福，还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尤其又有草莓、奇异果、红豆、黑糖这么多种口味可以选择，色彩缤纷的好吃模样，真的是送礼自用两相宜。近年来，健康养生环保的意识抬头，吃素不再只是宗教信仰的刻板印象，而是一种新时尚。那除了有越来越多人开始投入于推广蔬食的行列之外呢，也有很多的新人决定举办蔬食婚宴跟亲朋好友们分享。这次来到平镇，我找到了一间超人气的蔬食餐厅，那不论是亲友聚餐或者是结婚庆典，都是在地人的首选之一。我们现在就来去展开一场美味的蔬食飨宴吧。邱大哥你好。好，那个主持人好。邱大哥，因为很多朋友说来到平镇，如果呢想要跟好朋友聚餐或者是想要办婚宴，来这里就对了。那邱大哥，你投入蔬食工作多久了？
如果说投入蔬食到现在，应该在民国78年。78年到现在，现在到这样110年，到32年时间。哦，是。可是当时啊，其实台湾吃蔬食的人口还不算太多，那为什么会想要投入蔬食的工作呢？应该所讲一股热忱吧，就是我们当初要鼓励人家吃素，那么讲说也不会想说要赚什么钱啊，就想说那个点餐师他们讲说你要吃素啊，你要去做一些回馈的，那我们就一头就栽下去嘛。那时候讲说我们只要生意上可以周转可以过，什么都可以处理的话，那我们就这个延续下去。是。那一做就一转眼就32个年头了。这样子。那邱大哥，你本来的工作跟餐饮工作有相关吗？我刚开始餐饮工作是我太太在处理。那我本身是做货运。货运就是台湾全省啊，很辛苦送货嘛。那时候我吃素的时候出门，第一个，早上一大早3-4点出门，这个卖素食的还没开。到你可以吃的可以吃饭的时候，没地方停车。那有地方停车的时候，那个人家吃那个吃素吃饭时间已经过了。那时候只有高速公路休息站只能用面包果腹嘛。这样子，那我心里想说，如果说有个素食的餐厅的话，让人家可以随时都可以吃饭，可以方便的话是最好的。是。那因为以前啊吃素食的人不多，那他们对于素食可能都会有很多的疑问。大哥以前又是开货车，过程很辛苦，会不会有朋友会问你说啊吃素食不会饱啊，要怎么办呢？对不对？其实我接触很多朋友，他们讲说，阿斌啊，吃素这个会没有体力。我是觉得说了哈，以我自己的感觉，我说吃素不是没有体力，就是说吃素它本身消化的时间比较短。当你变成说你吃荤食的可以5个小时来讲，我们吃素的要说3.5个小时就肚子饿了，肚子饿了要消化掉肚子，当然就接着体力接不上。我现在很多朋友在大家在一起，我说我吃素。体力不见得比你差。像我有时候我出去打球啊运动啊，他们都坐车，那我自己在打球走18栋我一样坐回来，体力不见得会差。所以讲说我们要吸收的并不是说一定要肉类才能够吸收到我们真正对身体有益的营养。那像邱大哥在推广蔬食的时候，我想你也很希望荤食的朋友们也可以喜欢上这样的饮食习惯，对不对？对啊，因为当初我们做素食最主要的对象就是吃素的。那后来慢慢的，我觉得说，我也跟师傅他们在讨论，讲说，那我们要素食荤用。所谓素食荤用，就是我们做素食的人要让吃荤的人来参与我们吃素的一个行列。所以说我们做的口味啦，各方面的话，我们都会比一般吃素的口味稍微高一点点。让吃荤的人能够了解说，素食也是一个很好的东西。所以说，像我参加很多社团啊，当初的时候开会的时候有没有？他说，大家到阿斌那边捧场一下。特别听到说，哈，加菜哦，大家就有一种那个。刚开始先排斥是不是。就讲说啊，加菜啊，他对他来讲，他觉得很辛苦的事情。那吃过1次2次以后，就想说，哎呀，斌啊，你这个素食可以吃呢？我说当然可以吃，你看我吃的这个又黑又壮，不是白白胖胖的。我是跟他们讲，后来慢慢大家对吃素的观念就比较好。邱大哥30多年的素食餐饮经验，不只让这家餐厅端出多到难以细数的招牌菜色，同时也累积了多样化服务的丰富经验。喜庆宴客没问题，3-5好友聚餐也可以。甚至到府外汇、桌菜外送，通通都难不倒他。豆腐脑还有翡翠加一些那个红萝卜玉米，吃起来的口感还比较滑嫩。豆腐脑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它好香哦。翡翠呢，因为它是一种藻类，所以它吃起来呢也非常的香浓，就是有一个好像是鲜味的口味。对，然后再加上豆腐脑呢，好滑嫩，是入口即化。
好幸福哦！今天要来品尝蔬食版的满汉全席，那我就先来开动啦。我先从这个品尝好了。这个是芒果的料理吗？这个芒果还有这个半天花，还有寒天哦，哎，还有小黄瓜。哇，这个一般就是夏天的一个比较凉拌的菜色哦，是，所以说要吃饭之前呢，就要先吃这个开胃菜，开胃菜，那我就不客气喽。嗯，那吃起来甜甜脆脆凉凉的，它其实非常的简单，味道不会很复杂，可是因为芒果本身真的很好吃，所以说酸酸的香味就会立刻开胃了。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算是夏天的冷盘的菜，那就是让你觉得吃起来那个很清爽的感觉。嗯，因为芒果很滑嫩，那其他的食材啊，寒天跟刚才大哥有提到的这个食材是半天花啊，半天花是所谓半天花，就是我们槟榔花，对不对？对，槟榔花叫槟榔花，因为它吃起来脆脆的，口感很搭。对。嗯，接下来这一道呢，看起来非常好吃，我觉得它是那个进阶版的章鱼烧，因为它上头你们还加了满满的素松，看起来很好吃。因为这章鱼烧哈，这个吃起来的口感跟我们外面那个章鱼烧的口感有点类似，我们这有海苔啊，里面有杏鲍菇啊，用姜去把它包在里面啊。那吃的话，你要大口吃，要大口吃是不是？大口吃才有那个感觉嘛。没问题。是不是？嗯，大口吃果然不一样，很满足。哎，因为啊，这个东西哈，这个我们做好的食材。那吃起来的话，当然有些人，觉得说，这个味道吃起来，有点像那个章鱼的味道，啊，那个口感。那我们里面是有一些包一些料在里面，吃起来的话就味道就赶起来，像我们在夜市吃的那个章鱼烧一样。因为它里头有加杏鲍菇，对，那它就会有一个提鲜的效果。对，吃起来呢，口感就会觉得，不像是素食一样那么单调，脆脆的，有嚼劲这样。嗯，哦，好好吃哦，我觉得它的辣小刚刚好，就是入口刚刚好，对，好满足哦。然后像是这一道的话，是什么料理呢？这里面有豆腐脑还有翡翠那加一些那个红萝卜玉米加下去，那个吃起来的口感还比较滑嫩哦。这道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它的颜色。对，因为看起来现在我们用餐就是一个色香味嘛那你颜色看起来漂亮，人家感觉到就说，看到这个好吃有没有，那个胃口就会来了。豆腐脑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它好香哦。翡翠呢，因为它是一种藻类，所以它吃起来呢也非常的香浓，就是有一个好像是鲜味的口味。对，然后再加上豆腐脑呢，好滑嫩，是入口即化。像一般我们有时候年纪长一点的牙齿不好的，这个东西这个食材吃起来就感觉到说会比较舒服一点。嗯，很适合长辈或者是小朋友品尝。对，因为它真的是一入口就化开了。而且像车大哥还特别提到，你们很注重色香味俱全，像是你们连摆盘也非常用心。因为色香味说色字摆在第一个优先，就是让你感觉到视觉很好，那你就会激起你本身的那个食欲，才有办法让客人来的时候觉得说，这个菜吃起来味道又好，那看起来视觉又好，这样是因为像是这道菜呢，光是用看的就想要立刻说，我想要来碗白饭，因为糖醋料理真的很适合配白饭。这个是什么样的糖醋料理？这个我们说素鱼素鱼说我们本身用豆包，拿去切的以后，切了再用海苔用豆皮去包。包完以后，我们再去蒸过蒸笼的去蒸过以后，那把它成型再冷冻，这样子要用的时候，要料理的时候要把它切片，这样子。听起来其实蛮费工的。我每次讲说
荤食的人是做搞破坏，那我们素食的是搞建设。搞建设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荤食的他把一只鸡啊剁剁剁剁剁剁剁一块一块的嘛，叫搞破坏嘛。那我们素食的是把整个散的东西把它抓成做成一个模型出来，这样子。所以说我讲着荤食的搞破坏，我们素食的搞建设。就像是我看到这个鱼排，素鱼排，其实它处理的过程是把很多零零散散的食材把它凑起来，对对，我们集中起来，它做成一个这个鱼排的那个样子。我来品尝看看。嗯，它的口感呢，外面酥酥的，因为它炸过，然后里头呢，我发现有加了好多，我一时之间吃不出是什么样的食材，可是它咬起来真的就好像你在吃荤食的感觉是一样的。你吃的时候它是很有香味的，真的会让你觉得以假乱真，跟想象中的素食很不一样。吃这个的好处就是说你没有鱼骨头啊。好像也是哦，很方便。你不用讲说怕有骨头，鱼骨头会吃到或是怎么样。哦，是，小朋友吃也可以很放心。对对，这个大人小孩子吃都是非常的好。那像是这道又是什么料理呢？这道是我们就是水果入菜啊，里面用我们的台湾最好的最好吃的香蕉。香蕉，香蕉啊，那边里面放一些玉米，放一些素的虾仁。那用我们豆皮包了以后，经过油炸。咬下去有那个香蕉的那个味道。香蕉的味道呢，实在是太浓郁了。但是因为它甜甜的，所以说吃起来完全不腻口，其实是很清爽的。像这个香蕉也要，如果用的香蕉用比较稍微熟一点的，有黑点的那个啊。香蕉哪有说有黑点的香蕉，那个对吃起来比一般看起来亮亮黄黄的那个会好一点嘛。那个香气会比较足。难怪吃起来的味道那么浓郁。而且加上外皮炸的酥酥脆脆的，它口感其实吃起来跟一般我们在吃香蕉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因为你如果说你这个刚好油炸出来，它趁热，那个口感会更好。是。那邱大哥，为什么你们会有这个灵感，会想说要把水果入菜呢？这是一个趋势吧。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吃的话，因为有些人讲说油腻吃多了，希望说有一些健康。健康对身体一个消化比较好的，那我们就会去想说用什么东西让客人吃了以后感觉好又健康，这个口感又舒服。那我们就会一直想说做一些调整。我觉得邱大哥，你们也把这个中式料理啊，把它做得能够让年轻人更喜欢，因为现在大家呢会比较讲究养生，然后清淡一点。那大家对于中式料理的刻板印象，会常常觉得它好像油了点。可是在这边吃料理的时候，是没有这种感觉的。在这边吃素食的话，身体就比较没有负担。吃完前三道好菜，我想可以用三块来做个小结论：和风芒寒天，开胃脆口，吃起来爽快；紫菜章鱼烧，鲜味十足，一口咬下真痛快。至于豆腐脑搭配着绿意翡翠，顺口一喝当然是畅快。至于后续的几道美味料理，我没有时间多想，因为菜色这么丰富，满脑子只想着赶快多吃几口。想知道各种滋味的朋友们，就只好请您自己来现场感受咯。